开始录制，开始录制，来了，十亿吨跑男的料，三二一，开始会员。大家公布一下，其实今天除了坤坤之外，其他每个成员都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。这个秘密任务就是测量坤坤的偶像包袱究竟有多少斤。你觉得跑男组里谁的偶像包袱最重啊？偶像包袱，我觉得我们跑男组能够称得上偶像的只有那一个人吧，约等于浙江卫视最有偶像包袱的，我觉得是 姚PD 吧，对吧？某PD 肯定是姚 PD。 姚 PD 就是节目里，不是，就是我们整个组里头吧，应该是从他进台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时尚地位不可撼动，浙江卫视的时尚icon。对，他是浙江卫视时尚 icon。 天哪，好紧张啊，要是见姚一天哥哥了。是那个吗？不是，那是保安大哥。我们第一次嘉宾冲总导演房间。真的好荣幸哦。那是不是可以脱几件他的衣服走，因为他那么爱打扮。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莫名的开心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嗨，姚一天哥哥。真的吗？我来突袭，我直接去看了。什么鬼？你看，这是他们爆料的。谁爆料的？你的工作人员，我刚刚一个一个都读出来了。坐车短途弄交警，这个是。我们有一回去什么地方录影，大概车程有一个多小时。而这过程当中，他有80%的时间都坐在座位上照自己旁边那个后视镜，一边照一边弄头发。而这过程当中，就有一个同事坐在副驾上，转过头来跟他说话，不小心挡到了他的镜子，他就跟人家说什么不要倒我。就是路这个跟我蛮像的，车里会照镜子，这个跟我一样。因为我就头发比较，我想看这个原图，你的工作证的原图。我们做那个工作证啊，就是我们拿张照片就直接就做了。姚 PD 得拿5、6张、7、8张的那个照片，说他工作证上的那个照片不是很满意，又换了好几张。我手机里应该有原图吧？真的吗？我等下可以给你看。是没有美颜的那种吗？不是没有美颜，是那个时候是之前拍的，是拍那个打领带那种，你知道那种很正式的那种证件照，然后就是拍的比较呆板。你觉得不够 fashion 啊？特别丑，我觉得。也没有，这个是正常的。也很假是吧？你这个 P 了几次？这个是磨皮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还行，看一下，还行是吧？这个其实很像，很像谁你知道吗？谁？很像。你跟他录了8集跑男了，他脚上的那双白鞋永远是干净的。下大雨啊，或者走过泥泞的路段，然后所有人的鞋子上都会甩上一些泥，或者腿上沾上一些泥。但是只有姚 PD 的鞋子是永远保持着干净和整洁。不脏，其实不是走路方法，只是不太会。如果看到很脏的地，就是不太会走，不会去踩，对吧？看一下今天穿这双 AF 啊，这么白，哇，好白啊！你这个也太，我可以拎吗？真的吗？好白啊！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。但我穿鞋是不太会弄脏。他说这期节目开始之前，为了这个上镜能瘦一点，偷偷锻炼减了30斤。还有他现在就是每一期录影的穿搭，就他每一次 look 都是他自己精心搭配的。就是说好看就是了，对对对，就是好看，也不敢说不好看。对对对，瘦30斤不是因为录节目，是因为上镜做完之后体重达到了
得有160了，就我的人生巅峰。然后我就觉得身体，你的人生巅峰是160，其实没有精心搭配了，就是会考虑一下，因为录影不能穿得太不符合录影的样子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会要出镜，然后不是要出镜搭配一下，因为我平时不穿这些衣服，有的时候穿的比较，比如说就是有时候会比较盯的嘛，穿的比如说那种做对，就是不太有时候不太随意的穿的，所以就是录影得穿的符合录影。就是最近的这几季以来，他一直是总导演，并且兼任影浩服装总监啊，真的是醉了。你知道我们当时27号拍先导片的当天，因为那天晚上是要跟我们两个在韩国的 MC 综艺黄旭熙视频连线，能看上去瘦一点啊。于是呢，就在节目的首录当天，也就是4月27号，想要抽空去游个泳，但是因为开会的原因哈，因为开会的原因，他没去成，没练成。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他有这种想法就是不对的。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偶像包袱，是因为我怕再反弹回去，就是会再胖回去，所以我会比较控制。但你很瘦哎，真瘦了，你没你很瘦。你跨年的时候见我啊，那会我已经瘦了，那个也是瘦的呀，那会已经瘦了，瘦之前就是胖的，你问他们是吧？很胖很胖。没有，你大学时候是胖的吗？特别是瘦的，是我一直是瘦的，就是去年就是达到了胖的。对，刚刚我刚刚去试那个明天的第二期的，不是下一期的那个一个场景，然后一个手铐，然后全没事。是，真的。那下一期有我吗？再来玩，再来玩，再来玩，都拍大了，都拍大了。